当两个怕老婆的看乔妹跳舞是什么场景？王者出山，绝非一般，万人呐喊！可不噻！叫一遍！我以为是幻影，好吓人！我的妈！我可哪里搞来？这人才哪里找来的 ？K 哥，好厉害！谁放屁？ 哎呀，我接！哎呀，这么多人都不知道谁放屁！连夜里首播跳黑桃，哎！我不想看你了啊！姑娘，我要不看，会不会给人家面子？这我也不行。干杯！ 众所周知，大杨哥有了女儿后，不仅飘得不行，还天天和小杨哥炫耀。而就在昨晚，小杨哥的一席话，差点让大杨哥崩溃。你女儿以后结婚了，把你揍死！要我打草你，你负责你女儿。当当当，你女儿咋？你咋？而带货完海龟爸爸的面霜之后，小杨哥更是把大杨哥一顿拿捏。你想想，我俩还要结婚，收拾收拾收拾麻烦。 累呀，烦呀，拿着烦，以后我他妈给我带两个媳妇，两个媳妇以后喊我爸。你女儿以后跟你住，咋了不行嘛？我不想想那个问题，知道吧？我不想想，我脑袋里没有这。好好好，兄弟俩合伙坑嘴哥。兄弟，你别再说，你不要再说。小杨哥。 你怎么听不进去啊？我能不能不吃？好，昨晚嘴哥当场被大杨哥发飙，很多网友都说嘴哥实在是太飘了。然而在带货完一看雨刮起后，嘴哥给粉丝们讲出了背后的真实原因。他就是经常吃播吃那个辣椒酱啊、辣椒啊，生吃大蒜，胃都搞坏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要再吃辣椒，你不吃太辣，我心疼。但是你不要吃太辣吧？对，你吃火鸡面料太辣了吧？啊，这不要，比如说胃就是经常不爱惜自己，钱没花了，人没了，钱没花了。兄弟，祝龙直播是我们一直要进行的事。 我们本来是11月份有一场，对，川渝祝融的，川渝的天地花，对，在天柱山安庆，来的兄弟去看一看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城。那现在我也赶坐飞机了，你赶坐飞机了？赶坐飞机了？我怕高兴，我怕高也不能非常怕高，我最主要的我是怕啥？我怕我嘎了，你知道吗？怕死啊！对，还不敢讲出来。我犀利，你知道吧？那不能人没花了，人没了，钱没花了。 你，不能耽误，你还是要搞什么？小朋友在买机票，我说你喜欢啊？我在聊天，我就说要不买保险，我说买个锤子都全军覆没了，所以买保险。他们说的是啥？他们说的是不是跟我一样漂亮？哇！嚯！小黄和小杨哥互换身份，哪曾想让他模仿，他却直接超越。小王，不要紧张，是是是，小王，哎，小王跳个舞。 放歌是吗？好，好跳，好跳，别给我脱那个脖。没事吧？随后，就在小黄模仿师傅带货牙膏后，小杨哥的举动差点就封号。模仿没让你超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你怎么回事你？网络上都说小杨哥兄弟俩赚大钱了，可谁的成功又是随随便便的？ 没有付出哪来的回报？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没有容易二字。你们光看到了小杨哥两兄弟的成功是光鲜亮丽的，你们是否也发现他们背后付出的诸多努力与辛酸？每天都在疲于奔波，忙于各种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，又要忙于一个晚上几个小时的直播等。公司和家庭又要两头跑，偌大的公司如果他不拼命，又要靠什么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计？他真的是太累了，不由自主的在直播时打起了瞌睡。就在他和七老板带货完胶润泉次抛精华液时，不由自主的就靠在了七老板的肩上睡着了。 暖心的画面看得诸多网友是心疼又关心。大杨哥胸口包包被摘下的那一刻，看见大杨哥表情的变化，我笑了一整晚。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，依然一个人生活。
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只能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，痛得淡淡的哀愁。小杨哥能有多宠的小黄？昨晚直播时，小杨哥在讲解产品，直播间里的一众品牌方却没有一个地品的。大哥，这个，我在卖锅了，你东西呢？只有小黄在帮忙。啊！小杨哥当场就生气了。你们占这么多品牌吗？为什么让我徒弟拿他们？在小黄要跳舞时，小杨哥也是整理舞台最卖力的。看小黄跳舞时露出老父亲般的微笑。还在闲暇时给小黄梳辫子。我真的很喜欢他，我都把他当我女儿养成了，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他？一会儿就人家可以很专业，他也可以很可爱，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谁不想可爱？他只是想让大家开心一下。哎，对，这么可爱的小女生，是不是谁愿意扮丑啊？不就想兄弟们开心快乐一下吗？是的，兄弟们，放下所有的包袱，大家开心。这是值得被喜，值得被很不是，这是一种内心的非常，是吧，兄弟们？不，你直播，你手机放那，你看什么？不是我手机，不是你手机，哦，这是我手机吗？这是我的。哎，这看什么呀？不是，这还点个赞呀？啥点赞啊？很多人说我喜欢看美女的，有吗？翻关注的，好，翻关注的来。哟，哎，这个不算啊，这个，不是饭。哎，我喝啤，这什么？这什么玩意？这是什么？这不是？啊，你还有谁换谁？这翻过去，你要想看你就讲啊，我慢慢看。那不知道是谁关注的，从关注页面看的，有吗？有，你也快啊，别急啊。这谁关注的？小杨哥被大杨哥翻手机，关注的美女主播被曝光，脸红的小杨哥赶紧催促七老板卖货。就在带货完三七七面霜后，小杨哥终于找到一个完美的背锅侠。是我儿子关注的，你好，你我儿子天天玩我手机，一心身材，儿子干的。是我儿子关注的，我儿子喜欢看人跳舞。你儿子是翻手机的，翻这玩意儿？对呀、啊。我的妈！这我儿子关注的。你儿子才三岁啊，你能把事情都怪他头上去吧？他是炕，床是床。兄弟们，我有没有东北的？炕是不是可以睡人？炕可以睡人，但它不叫床，它叫炕。问，炕到底是不是床？但是翻译过来是不是叫床？他不懂炕什么意思，我是不是叫床？那床能着火呀？床底下能那个轰啊？这所以叫人叫能烧火的床，叫炕，对不对？什么呀？床它叫床，床不能烧火的，所以它叫炕。什么叫炕？你跟我说什么叫炕？炕它都是睡觉的地方，他不懂什么叫炕。炕是睡觉的地方，那炕是不是床？那我跟你说，走，来老妹儿，上炕还是上床？那你上炕不跟上床是不是一样的吗？东北的，等下东北人再说上走，我们上炕还是说上床？我们还不说上炕吗？对啊，上炕就觉得很正常。那你说上床了，上床休息会儿，不对不对嘛，上炕休息会儿。以后啊，蛋哥去你们直播间，你们大师傅去你们直播间，你们都要注意，你都要小心，你知道吧？我要搞不好他给你整个封号，整个微博。